看来，我应该对你们说声恭喜。准备去和同伴会合了吗？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一开始就算准了会这样？怎么说呢？试试也无妨吧。我对于精神控制的理解并不深入，不过是有些研究戒律的经验罢了。但你们身上的神音，从广义的角度来说，的确属于我的发明。对不起，他现在叫太虚剑气。名字不重要，你们的剑气，它与戒律同出一源，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精神枷锁。虽然它从机制上不足以消除另一种精神枷锁，但与其制衡却绰绰有余。当然，刻意激你只是一种实验，既然万事开头难，索性就让你们在战斗中将整个精神连同枷锁一并消耗。虽然在体力上多少有些损失，但现在看来结果是皆大欢喜的一本万利，对吧？那为什么？你想问为什么你不能以同样的方法解开自身的限制？有没有可能是 Kiana 对你下手太轻了？啥？只是个玩笑，我没有充足的证据来推测你的情况。不过如果只是猜测，或许那与绿者核心并不在你自己身上有关吧。可是博士，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这些呢？十只绿者白生了一通气，他好像也挺冤的。喂，你胡说啥？我有什么冤不冤的？莫名其妙。说不定是我为了顾及自己的形象呢。万一实验未能取得成效，我还可以把责任撇得干干净净，不对吗？好了，不开玩笑了。你们是要去和同伴会合吧？不过，如果现在就进入前面的必经之路，恐怕还有些操之过急，因为有人正在我们背后用特殊的方式进行着一场交谈。原本我以为这只是为了分头行动而找，没想到你的确想趁此机会和我单独谈谈。那么在无法使用绿者全能的当下，你仍然能够听到30万人的声音在内心深处回响吗？不能，但在核心不再有所回音之后， Bronya 对他们的感知反而更加清晰。也是在这个过程中， Bronya 才真正明白，传承是一种要通过消失来印证存在的事物。他们的声音的确消失了，可意志却更加鲜明。在做出某个决定的时候，那份所思所想究竟属于自己，偶尔 Bronya 自己也无法完全确定。就像我们今天在无意之中就被十只绿者诱导了想法一样。不过如果只是这个话题，就算十只绿者在场，我们好像也不用太过避讳。确实，怎么说呢，在这个场合，比起 Bronya 和牙医，首先是两位传承者。确实，尽管严格想来，我并没有很正式地向大家介绍英杰和往事乐土，但 Bronya 果然就是 Bronya 呢。提安娜也不笨哦，只不过站在他的角度上，肯定不会匆匆忙忙就要你分享自己的故事了。
你们两个谁跟谁啊？所以如果站在 Bronya 的角度， Bronya 对于牙医在世界时的经历的确只是一知半解，即使加上之前丽塔刺探到的情报，也不可能获得和牙医相同的体悟。只不过再次相见之后，出于我们之间的共性， Bronya 隐隐感觉到牙医在获得了某种传承之后，你似乎不像之前那样无法理解他人的牺牲了。不像之前那样无法理解吗？ Bronya， 我这件事上我可能并不像你那样相信我自己，但从他们，从英杰们的身上，我也的确明白了一件事，在某个无法逆转的时刻到来前，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不会知道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不过话说回来， Bronya， 你刚才的语气似乎并不包含对过去的责难。那当然了，即使在千羽学院的废墟，亚裔也并没有真的做错什么。而且 Bronya 知道传承是非常复杂的事物，无论是牙医还是 Bronya， 无论是 Kiana 还是丽塔和尤兰戴尔，当然也包括班长和学院长，我们其实都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却又殊途同归。比方说在对于牺牲的态度上，牙医和 Kiana 其实各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但是正因为这两条道路截然相反，像牙医和 Kiana 这样骨子里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才能真正的心意相通，成就彼此啊。 Bronya， 牙医一定也发现了吧，这半年来 Kiana 又成长了许多，作为你们两人的朋友， Bronya 为你们的意志能够再度并肩而立感到由衷的欣喜。在 Bronya 看来，现在的牙医和 Kiana 距离真正的和好应该只差那关键的临门一脚喽。原来如此，这倒真是一个让别人听到会很奇怪的话题。谢谢你 Bronya。 不客气，不过牙医想不想和觉得自己也成长了的 Bronya 好好过几招呢？好啊，不过我可从来都没有放水的习惯哦。牙医 Bronya， 你们这是？没什么，只是谈了谈心，对吧 Bronya？ 嗯，因为有点开心，所以就和牙医姐姐切磋起来了。 Kiana 那边情况怎么样？梅博士的建议的确有效，现在我至少能够启用一部分空之律者的全能了。事先说明是在我的帮助之下啊。在十只律者的帮助之下，我们修好了前往对面世界的通道。感觉不太够味儿啊。你要这样说，在伟大的十之律者女士的帮助之下，
好了，不必多加赘述了，情况我们已经有所了解。那么这是可以出发了吗？嗯，在你们谈心的时候，梅博士已经向普罗米修斯传出了等待会合的讯息。不过对面的那片区域比我想象中更加广阔，所以大家还是分头寻找更有效率。我们四个……喂，这种小事别算上我。那能拜托你连接起我们的思维吗？毕竟是未知的区域，而且也只有你才能做到这种事了。你怎么还想使唤我？用你们自己的通信器了？可是这里是月球。月球也别想让我加班。好了，提亚娜，三个人应该也足够了。事不宜迟，我们还是这就动身吧。到这里，我们就分头行动吧。嗯，彼此多加小心。当然。奇怪，这似乎是属于人类的武装，是在无差别的阻止其他人靠近吗？力量正在不断流失，这感觉像是约束的领域。决战的时刻到了。这还真是麻烦，毕竟这些工业造物之所以会阻止你们靠近，唯一的目的反而在于维护你们自身的安全。自从这里的抑制设备被安置妥当，它还是第一次要被人为关闭。陌生的绿者，始源的后人，你或许需要为一场潜在的重大事故负责了。普罗米修斯，相对来说称呼我为十七号更为精确。你先离开这里吧，我要重新启用抑制设备，即使只是遗骸，即使也是和我一样的幻影，
从他那里渗出的崩坏能也绝不可放任不管。你，我向你保证，如果你继续用这双手做危险的事，那么他们会先一步离开你的身体。牙医，怎么说呢，十之律者终究还是连接了我们的思维。天安娜，只有你自己还没发现了。好吧，不过他没有打算伤害我，而且他也正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虽然道理显而易见，但我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你，我哥换手臂非常方便。但如果我立刻启用抑制装置，梅博士的日程上说不定就要多出三场葬礼。等一下，是梅博士让我们来的。嗯，我收到讯息了。但既然是有可能爆发冲突的局面，我必须保证自己在决定生死上的优势。退一步说，至少相互保证毁灭。你，不过我当然不是什么恶魔，在形势已然明朗的情况下，你们是想继续与我对峙，还是换个地方进行友好的商谈？原来如此，梅博士已经向你们讲述过了自己的设想，也就所谓将世界炮与虚数的末梢重新建立连接。他只是确信这一点能够做到，但并不熟悉具体的技术细节。因为大部分细节知识都储存在我这里。没错。哎，又是相似的借口吗？借口？他不想花费时间解释的长篇大论，就会以类似的借口推脱到我这里来。细细数来，这已经是第4021次了。也就是说，从结果上讲，还真的存在这样的合作方法。如果不去考虑大家内心的真实想法，那么是的。唉，还是说回正题吧。简单来说，就这样和你们解释吧。在我们向量子之海进行开拓的时候，曾经意外地找到了某物，它和虚数空间的潜在联系让所谓的重整化成为了可能的选择。某物是虚数神骸的一个分支品种。你们知道什么是虚数神骸吗？虚数神骸虚无主义，这是我曾经击败过的敌人。如此甚好，神秘主义和虚无主义是类似的东西，只是更强一点，比起存在主义来说要好解决很多。这句话应该不是指哲学分类，而是虚数神骸神秘主义这样的名字。对，看来你比较容易理解我的表达方式呢。但有一件事，布罗尼亚并不明白，虚数神骸为什么会出现在量子之海？这似乎不符合常理。关于这一点，我其实也不明白。不管怎么说，它本身就行将消散，状态堪忧。就
就像是那座断桥。嗯，如果不加以干预，他的自然命运不外如此。但既然你已经来到了这里，我们就没必要听天由命了。尽管我还在推演帮助你们驾驭他的具体方案。驾驭？应该不是让我们骑上去的意思吧？啊，果然还要继续解释，好麻烦。没事，我是说，我会简明扼要地加以解释。薛树神骸作为一种尸体，却始终与末梢保持着微弱的联系，也就是说，可以令我们骇入。所以，如果能将其摧毁的同时，保留下那种联系。是的，以这个世界炮的微小体量，它足以凭借虚数神骸的带宽重新连接回末梢。到那时，你们自然就能返回本征世界。结果倒是听上去很简单嘛，也就是说，我们去把那个虚数神骸打趴下。但这一步本身恐怕就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吧。当然，以你们目前的全能水平而言，即使能够侥幸击败神秘主义，也无法让我们控制住刚才所说的那种联系。不去试一试倒也不好说吧。别太心急，只要我们的准备足够充分，不会有真正无法解决的问题。适度悲观是一种远见，这是梅博士给我录入的第一条常识，非常有效。而基于这一常识，你们当前的任务还是由我来进行指挥更加稳妥。有反对意见吗？牙医和布罗尼亚认为呢？我们是为了解决问题才来到这里的，既然如此，客随主便也很正常。很好，那么拥有控制律者全能之人，稍后我会仔细教授你激活虚数神骸令其回光返照的方法。就像是修复那座断桥一样，你需要让它以完整的姿态重现于我们所在的空间。只不过更进一步，你还要学会如何用重整化的技术将我们所说的那种联系保存下来，并利用它达成目的。怎么了？这么一口气讲下去未免也太过啰嗦。算了，我们直接开工吧。没问题吗？没问题。提阿阿娜先去中央位置的大厅待命，顺便熟悉一下自己的目标。牙医和布罗尼亚就跑跑腿，帮助我核实一些必要的信标是否还在正常运作。之后我会带着梅博士去找你们，中间如果有什么问题，使用你们的那个实质律者频道来和我沟通吧，梅博士会把我添加进去的。以上，解散。啊，等等，他怎么了？谁知道呢，也许是突然累了吧。机器人真的会累吗？重装小兔确实会，不过还是先文字说明倒是非常。看来他厌烦的是口头交流本身吧。据说特斯拉博士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特斯拉博士吗？好吧，倒也不是不能想象。不过既然普罗米修斯已经自顾自地走掉了，我们干站在这里分析他的性格似乎也毫无意义。是啊，就先按照他给的分工做起来吧，毕竟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嗯，提安娜说的对。
看来，所谓的虚术神骸就是他啊。Kiana，Kiana， 能听到吗？提安娜，看来他们找到你了，十七号。事态已经顺利到了不需要你亲自跟进的程度吗？并非如此，但综合来看，返回这里一次也有其必要。有一些东西，我无法仅仅用知识进行解释，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人类所谓的心烦意乱。哦，中烟装置的残骸出现了什么异状吗？虽然用来压制外渗波坏能的抑制设备因故被关闭了一段时间，但这个无法理解的是，你为什么要欺骗那些孩子？我知道那是所谓善意的谎言，但如果我们让他们一无所知的成为你背叛世界的砝码，那好像也不是什么光彩的行为。这个指控未免也太过严重了吧。你也知道，自从这个世界炮被启用以来，破灭就已经，与其说背叛，倒不如说顺应更准确些吧。我明白，就像是人终有一死。博士，此时这终究还是有所不同吧。你果然知道我在这里，花。是苏在无意间告诉了我，已经是2000多年前的事了。在我们各自履行先行者使命的时候，你曾偶然缺席了其中的一次会议。苏告诉我，每一年的这一天，无论其他的事有多么重要，无论紧急使用第二神之剑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何种负担，你
你都会只身一人来到月球的此处，你会在这里眺望着终焉律者的残迹度过整整一天。那是一个承诺，我必须遵守，但你本不必来的。你刚才也见到了，在圣痕计划期间，世界社专门为你准备了一座休憩之所。那的确是一座比现实中还要美丽几分的太虚山，但你也知道，我其实并不醉心于隐居生活，它只是一种来自过去的习惯，仅此而已。无论如何，可能的话，我并不想与你战斗。你认为我要阻止你吗？像是苏所做过的那样。往事乐土已经不复存在了。看来我遗忘了一些对我们的过去来说很重要的事物。无妨，对现在的你来说，它确实不再重要了。你看，这里才是宇宙中最平凡的景致，荒无一物，宛如坟墓，对吗？这么说来，虽然这样想确实太过刻薄，可是凯文，在你看来，这一世代的人们即使和我们属于相同的物种，却也并非你的同类吧。将他们视为同类并不难，真正困难的其实是放手不管。这一点我明白，所以我才会来到这里。为了他们？首先是为了你。此时此刻，至少在我看来，你需要一个能够听懂自己语言的同类。即便什么也不说，即便针锋相对，即便……黄，不必说下去了。你还在像当初那样憎恨自己吗？我不知道。
既然看见我会无法避免地令你回忆起那些逝者，那么不如就谈谈你的最后一梦吧。现在你的确做到了，即使阻止终结的是另一种终结，但对你来说，至少通过你的双手，人类即将战胜崩坏。不，这件事算了。抱歉，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你竟然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可以交谈。这不是你的错，所以无需。那么今后呢？你有什么样的打算？过去如何，未来便仍如何。作为一个英雄，那个称呼，他既从未实现过，也已经再无可能了。那么，是作为一个罪人吗？我明白了。所以现在的你，才会如此的。脆弱、落寞而又……凯文，你是在寻找自己的埋骨之地，对吗？综上所述，我们目前受困于月球，而地球似乎正在被圣痕计划重组。世界蛇认为这是战胜崩坏的唯一方法。 Kiana， 你们在量子之海的情况又怎么样？啊，在经历过一些事之后，牙医、Bronia、实质律者还有我，在一个类似月球的世界炮中遇到了前文明的梅博士和机械人普罗米修斯。梅博士说，他可以凭借我们的帮助，将自己的世界炮重新连回虚数的末梢，这样我们也就能顺势返回本征世界。而作为那个计划的其中一环，你刚才利用空之律者的力量，在你们身处的世界炮中修复了一座桥梁，对吧？嗯。哎，你们可以观测到我们具体做的事吗？不。但穿透了量子之海的空间全能，在刚才为我们奇迹般地修复了一座处于异常状态的桥梁。
既然这件事的确与你有关，那么他也可以反过来证明，我们目前在空间关系上正处于相互叠加的对偶状态。也就是说，从三维空间的感受上讲，我们必然身处于月球的同一个区域。哦，那这样看来，梅博士的计划应该有很高的成功率吧？毕竟无论如何，我们在空间上其实离得很近嘛。倒也不能掉以轻心。对于将世界炮重新连回虚数的末梢这一行为来说，真正的关键在于锚点本身的稳定性。这和空间是锚点，那是什么？锚点是允许世界炮连接到其他空间的一种繁衍基点。举个例子的话，就像我体内的世界炮需要锚定在我自己的身上，而你的记忆空间也会固定在你的绿者核心上。那边的梅博士也一定需要现实世界的某样东西来做到这一点。难道就是那座桥？博士完全没有提到这一点啊。我们修复桥梁只是为了联系上在断桥另一侧的普罗米修斯，接下来的工作则是为激活虚数神骸而做准备。在此之后，我们需要夺取虚数神骸与所谓末梢之间的连接，然后利用它返回现实世界。另一方面，这个世界炮也将自然而然地重获新生。这都是基于我们之前实现过的重整化技术。这怎么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因为对世界炮本身来说，那根本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哎，你是？这是来自薛定谔博士的通讯，他是爱因斯坦博士和特斯拉博士的朋友。啊，你好，博士。不过你刚才说的根本不是自然而然的事，究竟是指你所说的那种方法无法保证能让世界炮重获新生？事实上，它大概率会让世界炮本身提前陷入火什么锚点的作用并不只是提供一个空间变换的基点，在其他方面它能够统一世界炮中的能量流向，使世界炮本身可以在虚数侧的能量洪流中维持存在。而所谓的重整化是针对虚数空间本身的一种行为。打个比方来说，它只是一条走钢丝用的索道，你能指望一个人用走钢丝的方式把一群羚羊赶过悬崖吗？这或许你应该问一问那位梅博士，看看他是否对你还隐藏了些什么。前文明的人毕竟也有自己的立场，我们或许不能简单的就认为自己和对方建立了相互信赖的协作关系。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对方也不一定对我们抱有恶意，或许反而是怀着某种不想坦率告知我们的苦衷。但无论如何，出于安全考虑，你们还是有必要向对方问出事情的真相。总之小心为上吧。明白了，我们会小心行事的。嗯，如果你们能用自己的方式让那个人讲出计划的原委，那便再好不过。当然，如果你去征求雷电牙医的意见，那么他应该也会像我一样认为前文明的英雄不可能是严格意义上的邪恶之徒。但那绝不意味着他们都像浮华前辈那样易于相处，你应该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吧？嗯，牙医他已经和我讲过一些自己遇到的事，不过比起这个，谢谢你们的关心，尤兰戴尔。当大家最终会合之后，应该还有漫长的挑战在等着我们所有人吧？是啊，那毕竟是圣痕计划，要多保重啊，提安娜。你也是，尤兰戴尔。梅博士，普
普罗米修斯，他们真的在隐瞒着什么吗？伊安娜，发生什么状况了吗？我没事，雅姨，只是刚才在外部世界的幽兰戴尔他们捕捉到了我的绿者信号，也因此通过绿者核心和我完成了一次特殊的通讯。幽兰戴尔，他还在天命总部？不，他和希尔还有李素商在圣痕计划的作用下被强制传送到了现实当中的月球，并且那一边和我们处于彼此对应的同一位置。那里有一个名为新亚特拉的大型避难所，目前生活着世界蛇用这种强制机制筛选出的众多圣痕觉醒者。刚才我们重建桥梁的行为同时影响到了外部的现实，也因此幽兰戴尔才和我建立起了短暂的联系。新亚特拉，我之前听杜鸦提起过这个地名，只是没想到他竟然在月球。这该不会……他当时说世界蛇要安排小空他们去新亚特拉度假。你还记得小空吧？记得，当时在长空室你给他们做了甜椒咖喱，我也一起吃了不少。哎呀，那时候可真是干过不少蠢事呢。让我们回到正题吧，也就是说，当我们突破了这个世界炮之后，至少能和幽兰戴尔他们直接会合，然后思考下一步的行动办法。是这样，但幽兰戴尔也向我提出了一个顾虑，关于梅。这，如果他感到事有蹊跷，那么我们确实需要找到梅博士，把问题讨论清楚。说起来，实质律者呢？他应该还在梅博士那边吧？至少，我还没有通过意识连接告诉他现在的事。这样的话，等下可要有热闹看了。你是指实质律者知道这种怀疑后的反应？当然了，那家伙不是最讨厌被别人欺骗吗？确实，不过我总觉得他似乎对梅博士有一种复杂的情感。在班长还是烛火十三英杰的一员时，梅博士正是烛火之蛾实际上的领袖。恐怕对于实质律者来说，博士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老相识吧。这么说来，好像梅博士是很善于掌握他的心理，不过如果这样的梅博士有什么事迹瞒着他，也瞒着我们，那或许无关乎私利，而是某种会令人悲伤的隐情吧。总觉得我能猜到他会怎么回答我们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先去问问他真实的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吧。